很少，不像有的时候就是说练得不多啊，就很明显的听出来一下到高音，一下到低音了。你这个转换呢很smooth，这点是你的特长，挺好的。然后其实你的中音的音色也很美的，那个头几句的时候那个音比较低，你也唱得挺不错。那个你再放多一点激情进去，可能呢都具有一点表现力。你一路自己可以，在一路别人的时候，你再增加一点激情，这样的话呢可能更打动别人。 好，谢谢。